杯走，喝粥。魏总，魏总，你说你，你平时不挺凶的吗？今天还骂我，还让我过来给你送粥。你说我平时不多跟你要点加班费，我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喝酒。哎，我不喝酒，魏总。你为什么不喝酒？我本来就……你知不知道，我很惨的。你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我，但都不是真实的。我爸他是个混蛋，我又没有假期，我好惨啊。喝酒，我为我的悲惨，我干杯。不行，我不能白来呀。魏总，你想让我陪你喝酒是不是？嗯。那你带我去酒会啊，那我就陪你喝。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啊？魏总，你酒醒了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太危险。我不去你才危险好吧，你这不让我去，那这次酒会抓不到嫌疑人，我就洗不清嫌疑了。我喝酒你不答应的谁都别喝了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真的吗？